发现里面不是楼梯，不是你们想象中的地下室，而是一个小空间而已，像是一个储物箱的感觉。而里面呢放着一个纸箱。哎呦，这看起来不是什么房间呢？里面是什么？怎么了？有什么？这个箱子是里面有放东西耶。你打开了这个纸箱，里面呢装着三罐夺热治疗剂的药品，跟三个注射器。夺热热夺走热量的。夺走热量的治疗剂吗？治疗剂。你听啊，我看无啦，你们自己。夺热治疗剂。啊，不然先收着好了啊，谁要拿？盒子先带着吧。啊，不然我去听五号门的五号房的门板。你是用踢的吗？我是用听哦，我听成你用踢的。正阳，靠近了五号门。你当你走进五号门的时候，你看见门外除了一般有个门把之外，上面还有出现了很多非常大的爪痕。莉亚看来看这个爪痕是什么东西抓出来的？你实在看不太出来这是什么生物所抓出来的东西。听门板。这样都可以失败。正阳听一听里面的声音，里面除了嗡嗡声之外，没有什么其他奇怪的声音。正阳，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？没声音大叔，这房间很安全哦，你要不要进去看看？你别给我骗啊，骗笑！你看这个爪痕，你跟我说很安全？没声音啊，没声音代表他在里面埋伏我们呐、啊。我们一起开开看。好啊，开一个小缝，开开看、啊，不要全部打开哦。一二三之后才能开哦。好，yes. 一试着开。什么东西？你们到底要干嘛？试着开五号门啊！他开了。正阳走到了五号门前，并直接把它打开来。当你打开的瞬间，你发现里面有非常大量的热气从房间里面喷出来，啪！你们一感觉到哦。里面基本上有三十几度的感觉。信宏看了看里面，发现沙发右边的沙发有一双腿躺在那边，似乎是有个人躺在沙发上。哎，里面有人你看那边有一条腿躺在沙发上面，有没有看到？在这种地方会脱水死掉吗？那我是觉得不要进去。你还好吗？他应该。お元気ですか？お元気。生きてますか？他可能已经昏迷了，要不要把他带出来看看？等一下，我们现在进得去吗？我想问一下 KP， 他的温度热，但可以进得去的那种温度还是？是的，可以进去，但你们觉得有点热？三十几度就是夏天你出去外面的热度吧？有点热水啊！我是觉得不太妙啦。等等，正阳，你去哪里？正阳，正阳帮我推进。你太过分了，默默的从后面一直推进我。不要闹啦，别塞啦。正阳没在开玩笑，这恐怖呢。不理你，你妈一直推你，好就被推进去了，好就被推进去了。正阳是推不动。推不动，但是我一直努力在推。你可以进去，信宏可以决定要不要进去。你可以决定要不要进去，因为我推不过你啊。弟弟，你这样子不行啊！哦，二郎，我进去了，我带出来了，大叔加油！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了。真的是你们这群小朋友哦，真的是让我很操心。好，进去。信宏进去了那个房间，那个房间看起来十分干净哦。中间一张桌子，左右两边沙发，桌子上面呢有一台圆形中空的一个机器，然后有一个男生躺在右边的沙发上。我慢慢的靠近那个男生。信宏慢慢的走进了那双腿，越走越近。慢慢的，有闻到了一些不好闻的味道。当你意识到这个的瞬间，你看到那名男子躺在那边，是不是没有意识？而比较奇怪的是，他的头肿了差不多三倍大。你看到那个瞬间，你没办法想象
为什么人的头可以肿得超大？No, no, 我大请帮我闪个 stand tag。有些人出来了。人都不见。他飞走了。变太大了。你不要自己肿到三十倍大好吗？你不要肿到你三十倍好吗？好，成功了，成功了。帮我扣三值扣一，怎么了吗？里面有什么吗？大哥怎么了？你脸色看起来很不好哎、欸，大叔。哦，都怪你们哦，我看到不该看的东西了啦。不会又是像刚刚一样又有尸体了吧？又有死人了，还不是你害的？我不进去看了。啊、哎，没事没事。我跟你们讲，不要进去了哦。那个我没办法想象人的头哦长这么大啦。要虚哦。可是你确定他死了吗？是活的还是死的？你有确认他有没有活着？头长这么大还会活着吗？有一些人头很大，还是活得很开心啊。还不是正常的，有三个人的头那么大哎、欸。阿伯利卡，阿伯利卡，大的人，换我去推他，我推他，一下就被推进去了，推进去。听说了，正阳走到了那个男生的尸体上。你看到原来是尸体哦，尸体。你看到他的头异常的肿大，差不多比一般头肿了四五倍大，差不多是跟他的身体一样大了。你觉得看到你觉得非常的奇怪，不可能有人可以长那么头那么大，而且你也从来没有看过这种死法。请帮我甩个 send check。我的念头是哦，那这个人很好爆头哎、欸。对，你的好高哦，你好高哦，相信你自己。职业病。请帮我扣一，开始检查他的身上。请帮我撒一个侦查。他们里面感觉很热闹耶。你们要进来吗？很热又很闹。进来吗？那里好热哦，我不太想过去。嗯，不太想过去。成功。你摸一摸这个身上的男子的身上，他一样是穿着一套实验服，但是他没有染着鲜血，还是非常干净的白色实验服。而你摸一摸他身上的口袋，口袋里面有一本笔记本跟一个钱包。你拿起了笔记本看，是狗狗。等一下，你的表情。要念吗？可以念，你可以念。十月十号，局长养在研究所里的狗突然暴动了起来，一直追逐我，还好逃进了课室里。不过这样就，不过这样不就出不去了吗？然后再看看钱包，你看一下钱包里面，钱包有一张100块的钞票。我转头过去跟他们大声说，我找到了笔记跟钱包。钱包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笔记里面写了什么吗？笔记里面有写什么吗？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。我要去哦。哎、欸，那你要离他远一点啊、欸！等一下，这里有一只大狗。表示这个门，他曾经在这边躲避那只大狗的追逐。那我们在外面不是很危险吗？里面好像有暖气。因为他在日记里面好像有写，他觉得很冷。嗯，对啊。房间里他。设备或是什么东西之类的吗？他写什么被虫寄生呢、欸？被什么虫寄生呢、欸？可他说驱虫药在休息室的床底下，是我们刚刚拿的那个吗？多热！哦，也是这样。踹信宏进去，要踹我进去干什么？我走进去看了一下刚刚那个地方啊，叫吴斯那个尸体。你靠近了那个机器看了看。你靠近他，感觉会身体会越来越热，似乎热风是从这个机器吹出来的。这我们可能要感觉要快，这個、狗狗不知道还在不在附近哎、欸。我走到那个一号房间确认一下。信宏走到了一号房，你看一看，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门，上面也没有任何爪痕。我听看，一样是跟他们一样去听看那个里面有没有什么声音。请帮我甩一个聆听，大失败，差一点，差一点大失败，差一点大失败。你听了听，里面的声音，里面只有发出嗡嗡嗡的声音，没有任何奇怪的声音。哎、欸，各位有没有再继续看？我觉得这些房间先看看吧，
不然我开起来看看好了，我开一个小缝往里面看一下。杏红将手放在手把上，轻轻的转了开，并开了一个小缝。你看到里面像是办公室的东西，有很多桌，有一些桌子在那边。哎，这边好像是办公室呢。那里面有人吗？有人在吗？又开始推，没看清楚，不要再推我了，我刚才被吓死了。阿婆啦，你来，你去看呐、啊，那个叫啥？那个叫啥？羊，你去看呐、啊，你去看。你比较强哎、欸，前面我比较强，你比较强啊！哦，你刚看那个头长肿的跟身体一样大，你都不会怕哦。不然我们大家一起进去嘛。一起的话就比较不那么可怕了。好好好，走，我们住一起进去啦，一起进去。那你先进去。好啦好啦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傻傻的走着进去。我就开了门走了进去。我跟在后面。大家都跟在后面吗？还是有人要逃走？原来大家都那么好。OK OK。哎呦哎呦哎呦！你们五个人走进了一号房，打开一门，看到里面有很多办公桌跟书架，而办公桌上面呢也有一个很像圆形的机器在那边，就是刚刚在五号房看到的那一个，在桌子上。然后呢，你们看到在房间深处有一只狗狗。狗狗，你们所有人将目光转移到那只狗身上，但那只狗看似不是普通的狗，你们看它虽然看起来像一只狗，但它的身体跟眼睛因为某种潮湿，似乎留着有毒的红色液体在那边，它的尾巴分裂成五只触手在那边摆动着。而他每次呼吸呢，嘴里也吐出一些泡泡，啪啪啪啪。而他的爪子呢，变成非常巨大，像是扭曲、很奇怪的指甲。他正在狠狠的瞪着你们看。先，等一下，这好像很危险。先离开吧。先出去。你们五个人走出了房间，请前方塞三 check。失败帮我扣一滴六，成功帮我成功不扣。哦耶！哇塞！哦，一二耶！这样你不出来吗？喂！哎呀，很危险！那个已经不能算是狗了，你出来！出来啦！那个已经不是狗了。嘿，不是啦，嘿，怪物啊啦！他搞不好没有敌意啊。他，你怎么知道他没有敌意？你怎么知道他有敌意？你要小心一点。用什么东西测试他看看？弟弟，不要这么危险呐、啊！不能刺激他，不能刺激他。正阳，你先出来。你真的想接触他？我们等一下过来好不好？你先过来啦，冷静点啦。我过去稍微拉住他一下。你先让狗缓缓的站起来。出来之后，我快速的把他拉出来。狗狗，冲过去直接把他用枪一把。狗狗，我直接把他拉住。我关门。小光，请帮我甩一个，一定一百六以上才会拉得出来。啊拉出来！莉亚跟细孔将呆滞住在那边喊着狗狗的正阳给拉了出来，并关上了门。出来啦，关门！狗狗，等一下啦，弟弟，醒醒！正阳，让他打，就是拍醒他。醒醒啦！你想哪啦？你我很清醒啊，打屁打！正阳，我知道你可能想帮助他，但是现况来说，他可能受伤了，他可能受伤了。那我们先找到药再来治疗他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先不要去刺激他，受伤狗狗随时攻击了。而且我看他眼睛流出来的液体可能是有毒性的，我们去帮他，我们反而可能会受伤。你说的有道理啊！如果你被感染了，你被寄生虫变得头跟那个刚那个房间一样大，怎么办呢、啊？这边是有东西的吗？这里，我现在站在这里。莉亚走进了走廊的尽头，你看向走廊的尽头，左边的三角形是一个两人坐的长椅，长方形呢是一个自动贩卖机，圆形呢是一个盆栽。自动贩卖机有卖什么东西吗？雪儿看一下自动贩卖机上面有卖什么东西，几乎能喝的饮料都有在上面。我看一下，我口袋有没有零钱？我跟你说没东西了。它是可以放纸钞的吗？你们刚刚是不是有捡钱？我想看盆栽底下可以。全包100块。100块，你要不要买看所有的商品？你口渴了吗？
好渴哦，好想喝一点东西轻松一下。我觉得这边好热又好不舒服。这边的饮料真的可以喝吗？是没有保证可以喝，这也不好说。动画卖机不会有问题啦。你要知道这边有没有在換，反正也不是我们的车。对不起，你在吃东西啊？在吃啊，对不起。你确定这边的饮料都可以喝吗？可以。不确定，但是如果可以买的话，我们研究一下，说不定也可以找到解药之类的。我现在喉咙很塞，很。那你先看看能不能够塞纸钞吧。好，那你这个钱包借我一下哦。嗯，给你。塞塞看，咻咻咻。你想要100块塞进了那个贩卖机里面，滋的进去。哦，塞进去了。哦，好像可以用哎。我要喝苏跑啦！我要苏跑。有什么饮料啊？味噌汤。没有味噌汤应该是没有吧？正阳看了看上面有没有味噌汤，你看见最底下有一排罐装的味噌汤，太臭了，真的有，真的有味，好惨啊！罐装的怎么喝啦？有牛奶吗？我看看，哎，看起来好像有哎，有吗？有牛奶，有牛奶，有牛奶，我也喝牛奶。那我们买个牛奶吧，喝苏跑啦，我牛奶啊，好，苏跑也买，苏跑也买，耶，谢谢啦。雪儿将牛奶下面按钮点了一下，咔啷的一声，瓶装的牛奶就这样掉了出来。哇，居然不会破！哇，那个玻璃瓶不会破吗？好厉害，塑胶的嘛。他会找钱吗？他没有零钱，没有，似乎没有喷钱。上面有没有写价格啊？心宇看了看上面的价格，看到牛奶上面写100块。哎、欸，我的书包在哪？牛奶100块，不小心就。哇！哎、欸，看来只有这一罐牛奶了。可是，它的有没有过期啊？哦，就我看一看，看一看制造日期。嗯，你看看制造日期，似乎非常的新，还在保存期限内。那大叔，你不要难过了，这牛奶给你喝。嘿，那不是你点的牛奶吗？因为他也想点啊，但可是他说不定不想喝牛奶啊。喝啦，你喝啦，没关系啦，给你喝。啊，不然我们分着喝啦，好不好？我们分着喝啦。你要不要先打开看闻闻看味道？说不定那根本就过期了。打开闻味道。正阳将牛奶转开来，并闻闻里面有一道是非常香、非常浓的奶味。浓醇香，浓醇香哦，大叔喝吧。哎、欸，不是你要喝，没关系啊，你这是我的心意，请你接受，要不然我会过意不去。不用担心啊，开玩笑。拜托，请你喝。对对，牛。不然我喝一口，如果没事，你再喝好不好？你没事就喝完吧，你喝的我也不想喝了。哎不，哎不，你啉啦，我不爱啦，你啉啦。好吧，那没关系啦。等一下，渴了再喝好不好？渴了再喝啦，渴了再喝啦。我想翻一下那个盆在底下。莉亚看一看那个右边的那个叫什么盆栽，哎、欸，你将盆栽看一看，底部似乎有藏了一个硬币，50块的硬币。哎、欸，这里有钱哎、欸，我也不知道还有备用钥匙的，几乎是掉钱。啊，不然这50块给我好了啦，我你买书跑啦。看看看看自动贩卖机还有什么50块的品项，你这样子再投会不会比较好啊？哎、欸，对呢，我看一下书跑多少钱哦、喔，书跑。25块，哎、欸，可以买2块呢。那还有什么什么5块可以买得起的？我们就买满嘛，25块。对啊，感觉他也不找零，奇怪、欸。我觉得啦，在这里那么热，等一下如果口渴的时候可以喝啦。我们先买起来好不好？我们先买起来。还是说他这边有卖什么？刚刚我们手上拿的那个什么啊，白开水治疗剂之类的，他有卖吗？有卖这种东西。我不知道啊，你们看一看上面，上面只有一般的一些饮料品项而已，还有一些热汤啊。不然白开水多少钱呢、啊？你看一看白开水50块，50块，25块，你好便宜啊！哎、欸，这抢劫啊！哦哦，苏跑是不是有工伤？哦不，宝矿力，宝矿力，宝矿力25块，变25块好不好？啊，维他露 B 多少？那我到底是哪一家牛奶？牛奶哦，好贵哦！哎，
哎、欸、啊，这个椅子有人看过了吗？我看一下这椅子有没有什么塞零缝，有没有塞钱在里面哈、啊？需要塞个侦查。哎、欸，等呢，钱给我，有了。怎么都在这种东西上爆塞呀、啊？信宏看一看，那个长椅哦，那长椅似乎只是一般的长椅，但好像躺起来非常舒服。你又坐了上去，但没有睡着，但没有睡著。哎、欸，舒服呢。在你们这样打打闹闹的期间，莉亚突然觉得，她的身体有似乎有点冷。我抽了一下肩膀。还好吗，莉亚？怎么了？小姐，你有点冷是不是？来来，我给你温暖呐、啊。我把手抵着，需要。哦，来啦，不用担心啦，然后只给他抵。我靠，暴雪了！哎呦，来啦来啦，好啦。暴雪背后躲起来。来啦，不然这椅子给你坐啦，这椅子给你坐啦。我们赶快看看其他房间有没有相关的解药好了。如果真的不行，再用看刚刚你手上拿的那个。对，如果你真的很冷，真的受不了的话，要跟我们说。好，我把那个被单再拉紧一点，听听看四号房的观察。等我听到有人说打开，再起。好，你开，我要走开。我先听听看，我先听听看啊，好不好？要听的人啊，听的人帮我塞那个你听。我听，我要躲起来了。星宇听了听，里面的房间里面的声音，似乎除了嗡嗡，哦哟，